那个人好嚣张、啊，我们应该要来帮助他一下。哦，呀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帮他盖沙包，快，帮他修，帮他修他的机枪 ，get wrecked。你不要怕，你的机枪修好了，你可以继续了。加油，加油，我掩护你们。啊 ，OK， rip。Holy shit， 这台车好嚣张。可是我得下车帮他修一下，我得下车帮他修一下。如果我不死掉的话，不要跑，我再帮你修。我得把你的引擎修好。No。我觉得我们又要去搭这辆车，这辆车一定很有未来。Wrecked。我得下车帮他修。Go go go！ 哦，Shut up！ 哦、oh, oh. ，Shut up！ 这好像用起来就有种爽感。现在战地一的确是不贵啊，如果周末可以排得到人的话，其实绝对是值得的，就是比较难排到人而已。Oh shit！燃烧弹，我应该趴下了。我们居然站下来了、欸，你们能信？我反正是不敢信了、啊。要杀到地底下去了！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这种绞肉机形式的地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总有一部分的玩家群体很喜欢，所以几乎每一代都会设计这样子的地图，但我个人是不喜欢的。我根本没有看到那个人。OK。Bollocks！ 我来帮你把这盖回来。Oh！ Shit！ 哎！嗨！
还有一个 ，yes， OK， 你知道吗 ？Fuck this， 我忍不住啊，我看到就会想要盖啊。这种防御攻势没意义，一炮就没了。你要想啊，如果没有盖的话，那是一炮你就没了。他能够帮你挡一炮已经很有意义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该上去试着往前一点了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但是我、哦、没炸药。Shit! Anyone have first aid? 借你的弹药。好。嗯，没炸药。Plant explosives. 这个都是烟，到底是要打三小？这还是 Carabine 1938，嗯，好像不是。这把我也忘了它叫什么了，反正就是一把瑞典枪啊，我只知道这个。Bomb is ready. Surprise, motherfucker! Oh, ah, too many. 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115，然后没有一个人死。OK， 死一个。Oh shit, no! No, no! 我是叛徒，我是叛徒。Sorry, 我是叛徒。OK， 我们不要再做那种叛徒行为了，我们不要再做。
Hi. I just feel that behind there will be someone coming. Wrecked. 我会一直射我的武器啊，一直就是一直射一直爽的那种概念。 So many 都是烟，萝卜蹲。 如果现实的现代士兵要在绞肉机的地形战斗，他们会怎么应对？他们应该会呼叫个战斧飞弹，把那个地方直接夷平吧。